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 Stan. 美国 当地时间 2月17号 Billboard 总部 宣布了 5月将发出的 Billboard Korea 和 6月刊物发行, 并公开了首份 Billboard K-pop Artist 100名单。 Billboard K-pop Artist 100 是美国 Billboard 总部与 Billboard Korea 合作 今年首次公开的名单。 Billboard 计划每年与 Billboard Korea 一起选出并公布 在 Billboard 主要排行榜中 脱颖而出的 100位 K-pop 歌手。 而 100位 歌手的排名 是根据去年在 Billboard 专辑排行榜 Billboard 200 单曲排行 榜800以及 Box Score Top Two Chart 的成绩综合计算而得出的。不过，虽然这里说的是100名，但是只有所有成员都已正式开始个人活动的 BTS 和 Blackpink 会单独计算每位成员的分数，而其他组合都是以团体名义进行排名，所有成员得分相同，但会按照成员年龄顺序记录排名。整理一下就是，实际上的排行只有25位。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。25位一姐。 24位 여자 아이들 23位 NCT DREAM 22位 NCT 리치 21位 에스파 20位 르세라핌 19位 지수 18位 리사 17位 로제 16位 제니 15位 진 14位 J-Hope 13位 RM 12位 B 11位 Suga 10位 Twice 9位 NIPON 8位 ATG 7位 SEVENTEEN 6位 지민 5位 투바투 4位 NewJeans 3位 5050 2位 Stray Kids 1位 정국